秒以内吃完一整包牛排，你也成功奖励五包爱情公寓辣条。哎呀，老板，我一定能成功，我要挑战。啊，哪来的自信二蛋？昨天都啪啪打脸了，今天还能打你脸？你自己拿吧。你看我这牙，满口都是钢的，我就不信吃不完它了。是，还能比我牙都硬啊？呀，这摸着是有点硬。哎呀，老板，这玩意怎么这么硬啊？比我硬多了。哎呀，败了败了，还有点臭豆腐的感觉。嗯，不行不行，嘴巴都变臭了，赶紧给我来个嘴巴香，让我嘴变成香的。哎，又打脸了吧？嘴巴香一毛两面，自己拿吧，加上成本的一共三毛啊。嗯，还没开播呢，我得开播吧。嗯，闻着倒挺香，拿两片，老板。哎呦，嘴巴香就是香，30秒我吃这个一定能吃完。明天让我挑战这个呗，这是三八走了，老板。这儿子还想挑战我嘴巴香，明天让你挑战臭罐子，看你挑不挑。小卖部开张了，挑战一口气吃一整颗闪电爽，成功奖励精美糖果大礼包。哎呀，那老板我要。